哇，一开始就用樱桃啊？你有拿那个吗？有耳环。大家会不会以为进错台？进到什么指甲台？哎、欸，你也是建成哎、欸，我也是建成哎、欸。哇，樱桃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秀指甲。有人感觉最近很流行建成，有、啊、有人也有买那个三 C 的那个吗？最近很流行建成跟超爱他们的那个樱桃跟 Snoopy 指甲油。Hello， 嗨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今天光很暗，是因为外面吗？嗨，哇，那开场冲的蛮快的。你说，因为大家想要看指甲，那我再多给大家看一些。可以的指甲，我真才做完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，你指甲很丰富哎、欸。它这个是有那个闪闪的底的，它不是只是史努比，它有那个亮亮的。好像你可以拿着这你的指甲油来拍一下彩妆的口红系列。大家有买我们的 Snoopy and Belle 的彩妆吗？其实我朋友自己也觉得，他有跟我说。你为什么不进来、啊？哦，我朋友自己也觉得有跟我说很少。我看到有人说小个子、嗯，大家先稍微忍耐我们两个一小下下。对，我们还是要先今天有帮大家准备正常小织女的直播，特别邀请到小织女的王牌两位，我是跪下来求他们可不可以直播一下，然后他们就 好啊，所以等一下后半场会有小织女的示范穿这个礼拜上的小织女系列。其实小织女现在反应很好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好像台湾真的还是比较蛮多小织女的需求的。对，而且我以为我们对对 对, 對，你刚说什么？跟我说的一样吗？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啊，就小织的女生，我也是這樣，但是没想到很多更小织，就是155以下的，150到155左右的女生。对啊，竟然还有更小織，很多哎、欸，这边小织女卖得很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礼拜送什么？哇 ，Ruby 大大不在 ，Ruby 大大等一下就跟大家讲说这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的任务，我们是穿一般的新品，然后还有戴真实的耳环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上好看的真实的耳环，对，因为都是上假的。我们这一次上了蛮多，这阵子应该是说这阵子上了蛮多的耳环，而且都是蛮精挑细选的。比方说 Peggy 的新发型好美，真实耳环。哦，对啊，我就是一口气把它给剪掉了，因为下面实在太烂了。不觉得 Peggy 留这个刘海感觉很像大学生吗？他说可以说很像那种会被骗的会被骗的学妹，会被学长骗的学妹。好，我们不要闲聊。好，对了，等一下先问一下 Ruby， 这今天送什么？皱皱裙，几个人？今天送三个，是留言加分享哦，大家还要记得按赞好吗？按赞、留言加分享就会送皱抽五位吗？还是三位？三位，他说三位。Sorry， 抽三位送就是小织女的皱皱裙哦，不知道颜色是不是认识，应该是任选。好，那还不错哎、欸。那我们从 Peggy 开始，我们在开始了吗？小织女他们都，你们直接我们知道我们是换很快的哦。对。好，那我第一条的话就是有点算是隐藏版的连身裤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像算是比较后面的款式，而且我刚刚一看就是看上这一款，可能是因为它是碎花。你很少穿深色哎、欸，然后再搭你这个刘海真的很减龄哎。这个深蓝色，因为我比较少穿深色的衣服，但是我觉得。偶尔穿一下好像蛮显白的，是深蓝色蛮显白的，而且它的领口啊，它是这边是松紧，但是我是觉得不会掉下来，很紧哦。你有点被勒出那个痕，但是不会不舒服啊，就是会很有安全感的这种紧度。然后它的袖子是到这边举起来不会露腋下的，对，但是举起来还是会怕会往上丢，往上丢。那可以看一下，好像还如果不一致领的。不一致领就是我现在这样子、啊，对啊，这样好像也可以，这样就是有点宽圆领的，好像也可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、欸，哎，这样好像显得肩膀比较小，是哈、哦，还是我会想要这样子穿，看个人吧，因为如果想说举起来就算了，那就这样让它。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就让它像你刚刚那样宽圆领，啊、然后真的要拍照或出去的时候再把它拉下来。然后腰围的话，它一样是这边是有做松紧带的。我觉得这件就是一个懒人的穿搭，就套进去就好。对啊，就是算是一个套装，然后很快就可以穿搭好。好像可以戴一个项链，
哦，对耶。啊，你的项链有在这边吗？好像可以戴这礼拜上的项链。这个项链真的超漂亮，而且我前几次直播的时候都很多人在问，需要我帮你为你戴上。好的，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样耳环。我现在是戴一边白色一边蓝色，好像镜头上看不太出来。哇！好，我这边是一边白色的，这是白色的，然后这边是蓝色的，好像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好像都可以吧，所以我故意戴两边给大家看，白色跟蓝色其实差不多了。好，怎样？项链是不是？是不是更好看了？如果因为你如果是比较 就是你如果穿 V 领或是平口的衣服的时候，可以戴一个项链，看起来会比较有重点。我把耳环拿下来，因为刚刚好像觉得太多了。然后这个项链它很闪，然后特别的地方是除了中间这一圈之后，它这里还有一个钻在这。嗯，不是没戴好哦，这里还有一颗。对啊，那时候摄影师想说，项链歪了，我说没有歪啊，就是这边，他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他从正面看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钻石的点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但不是真钻哦，不是 diamond， 大家不要、哦，当然不是啊，就是花个几百块就要买一个几万块的钻，对，当然是水钻啦、啊，然后因为现在夏天的一字领其实蛮多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戴一个项链，像这样，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一点。个性的风格的也可以搭，甜美的也可以搭，很有气质、欸，然后又很亮眼。对啊，是不是要买一下？就是、好像可以当洋装，然后去喝个喜酒，吃个 W Hotel。因为我自从从韩国回来之后，几乎是天天戴，除了我忘记、像我今天就忘记。像这个耳环，不是这个耳环，这个项链，我觉得算是可以下手，蛮好搭的，而且也没有很贵，690吧。好，买了。谁要加一？好啦，大家对你的那个哎呦换发型很热烈的讨论、欸，有很多人问说 Peggy 换发型， Peggy 有换发型，剪吧，剪吧，长头发的女生都根本像千金，哇，因为 Peggy 本来就是千金啊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选了，没有办法嫁，豪门，连身裤让我看看，好啊，退，好，再退，我现在是搭球鞋啊，会有一点。如果你要休闲一点，就搭球鞋；但是如果你要娃娃鞋、跟鞋，或是高跟凉鞋，就可以去 W Hotel。对，就真的可以。它也盘个发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如果把头发绑起来，项链是不是更漂亮？还指挥你？可以啊，就这样绑，然后好像要抽一点须下来，然后这边再烫卷，自己塞。好啦，项链卖完了啦。没有啦，应该可以卖完了。你以为是电视？你以为是电视购物台？你以为是电视购物？电视购物台。后面的短版外套，等一下小侄女会帮大家试穿哦。这个，嗯，那我先去换下一套。OK。换我。这个上衣啊，也是因为它不是小侄女，所以它也放在就是比较。小侄女的更后面，可是没想到就是它卖得很好哎、欸，大家好像很喜欢，好像也有另外一件也是这种感觉也卖，后来它还是它，因为它这个跟 AA 就是这一件，就是它，就是第一名就是它，不是另外一个碎花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对，它就是第一名，这礼拜的第一名。然后它有三个颜色，我现在穿的是白色，然后紫色跟黄色，可是黄色是有点偏。性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因为之前好像穿太多紫色的透肤了，所以我今天穿了白色的，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有一种复古的感觉。然后裤子是搭上礼拜这个有双扣的那个，然后我刚刚一直觉得这个上衣可以两面穿，但是制作人雅雅说不行，因为它后面长这样，就是它有点像微 V 领的感觉。就是今年很流行这种透，就是透得出里面的那一件的那一件。然后它对它是透的，其实你大部分应该是里面要穿白色的小就是背心，你可以穿凉感衣或是 bra 挺。因为我自己今天刚好穿黑的，我想说没差啦。但其实这样也可以。但因为我穿高腰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然后它特别的地方是它这个领片比较小一点，它是小的，然后这边有做扣子，
其实是有一点是真的扣子啊，是真的扣子，是有一点小小小女人感觉的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雅雅一定要有的绑结，好透，里面其实可以穿凉感衣或者是白背心。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，雅雅故意设计的吧，就是要透的。就是大家不是一直说很热吗？对啊，很热的时候就可以穿，很热的时候就可以穿。而且如果你怕太透的、啊，因为我这个里面的 bra 其实短版的嘛，那你就可以配一个高腰 的，其实你就只有露乳这样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对啊，加小可爱我也觉得可以。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再加一件太多的话，可以买某牌的凉感。我这样子是可以打广告凉感，因为我觉得穿凉感背心或是凉感 bra 其实。虽然多穿了一件，可是比穿只穿一件更凉哎、欸！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牌子？然后再来是耳环，耳环也是这礼拜的、喔，这个是我去韩国的时候跟厂商找的，然后它是这样子，半个爱心的，它算是一个小巧思的感觉。对，它其实绑马尾的话好像会蛮好看的，就是侧面看得出来是，但是我要说它有一点重。但是其实我现在戴了五分钟又觉得还好，但我刚戴上去的时候觉得有点重。我现在戴的应该是金色吧，它还有银色的。你戴的是金色，金色。哎、欸，我还是哎、欸，我好像戴到一金一银，对吧？我想说，你会觉得是银色的。哎、欸，我戴到一金一银，哎，哪一边是金，哪一边是银？这个是金色，这个是金。这个、是金 OK， 示范两个颜色给大家看，这个是银色的，这个是金色的。对，其实蛮像的，就是看你比较喜欢，两个都可以啊。因为金色跟银色其实都蛮好搭的。它平常会是这样子直的戴在你耳朵上，然后你动的时候它才会变成横的。这个是金的，这个是银的。星期三没有新品哦。是。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很搭，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这礼拜的真实耳环，我觉得都很漂亮。对，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。试戴给大家看。首先是我其实这礼拜最喜欢的是这个，是 cherry 长的樱桃，然后跟这我还有小雏菊，它这一款有小雏菊跟樱桃的。然后你看它是一边有一个钻，一边没有这样子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我以为两边都有。一个围，一个比较长，一个比较短，而且这一款才290，戴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像有一点。看不出来颜色的差别，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因为金跟银，它在反射的时候本来就是蛮像的，所以你就看个人的喜好，我觉得都是蛮百搭的。而且我们现在灯光比较强一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夏天，今年夏天一定要有一个樱桃类的，看你是要发带还是要耳环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樱桃类的东西在身上，很夏天。哦，这个樱桃的耳环跟。小雏菊的耳环都是才290元而已。好了，这样，它就是不会太明显，可是因为它够长，所以又会露得出来。然后你看，指甲好搭，跟我的指甲，跟我的指甲是搭的。对，我觉得这耳环也是可以入手一下，这样子。小雏菊的，等一下 Peggy 会戴。对啊，这个耳环290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连小雏菊的都一起买下来吧。对啊，然后它也是，其实你穿素 T 的时候也可以搭，然后你穿这种，但不要点点啦，就这种雪纺有点气质的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搭。我还要再介绍下一个耳环吗？再介绍下一个耳环。如果不敢戴大樱桃，我觉得可以选这个小樱桃。然后再来这一款。哦，对，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大的樱桃嘛，就是透明感的那个。一个大。如果你觉得那个太 cute， 就是太可爱的话，就可以戴这个小小的，稍微比较女人味一点。然后它这边这个有一颗钻，然后这边没有，你可以自己看你比较长勾哪一边的耳后，就把长的那个戴在那里。然后再来第二名喜欢的是这个耳环，这耳环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熟感，就是、可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这边是金属的这种。金属的不知道什么不平的表面，然后再配上这个有点琥珀的感觉，它两个是不同的材质的感觉。这个也带给大家看，透明感。想看绿色透明感耳环吗？这个 Holy 不用戴， Holy 等一下会戴哦。没有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对，贝壳光，贝壳的感觉，这个也很可爱。然后这个的话可以配那种比较成熟一点的衣服，然后
因为它这个下面这一块，所以它也很有夏天的感觉。这个贝壳光很会形容哎，我觉得这个超漂亮的，而且很大，你一戴就是一个焦点的感觉，对，是一个焦点。会重吗？这个不会，一开始的爱心的那个比较重，因为它这个算是轻的。好，我介绍完了，换下一个。有一位小公主坐在旁边等，紫珍珠配紫色透明。那个很长的。嗯，好，换配介绍。我现在是戴那个小雏菊的，刚没有看到了，这里小雏菊的。就比较可爱一点，好可爱哦！而且搭你那个条纹的很搭哎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黄色，然后好像蛮配灰色的，对，很可爱。而且我喜欢它细长的感觉，就很比较修饰脸型。对啊，我跟阿甘一样都喜欢那种很长。阿甘也喜欢戴那种很长的那个，对不对？阿甘，你等下也要上场了。有啊，他已经穿，他已经穿。等下阿甘会示范。小织女，他说他是大织女的穿搭，给大家看一下紫色的耳环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偏灰紫哎，它不是纯紫，是有点灰紫的感觉，然后是比较气质，这样子上半身好像是比较气质的感觉。我刚刚瞬间有点像蒙娜丽莎哎，蒙娜丽莎，好，我要去换下一套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示范。那个，这是可鱼的宝宝，这一件是这礼拜的、哦。对啊，哇，是吧？史上最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已经是那个合身的极限了。这款是隐藏版哎，但这款蛮可爱的，也算是一字领。对，它看起来好像可以拉上去，但是不行的，因为它这边袖子有卡住，所以它是只能穿成一字领的、哦。然后它的它是棉质的。哎，可鱼，这是 MIT 的吗？MIT 的哦，是台湾制造的，所以那个质感的话就是不用讲，就是很舒服，对，很好的材质。然后它是上下其实都有做滚边，只是我现在习惯先扎进去了，刚刚太快了。它其实是做短版的，所以你可以不用扎，也可以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上下都是做滚边卷边的设计，看到吗？永超，等一下要出发。对，好，别在那边讲啊，突然一个，这里它上下都有做卷边，很可爱、欸，而且我觉得是感觉好像是卷了一个白边的感觉，对，但是其实、就是、它是一个线的车卷边，然后它还有很可爱的粉红色跟蛮百搭的黑白条纹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是有点合身的款式啊。不过我觉得配牛仔裤也很好看，牛仔裤应该很可爱，这件应该蛮好搭的，它是有弹性的哦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很舒服。长度到哪里？是问上衣还是裙子？应该是问裙子吧。我这款裙子啊，我先把它扎进去好了，这样大家看得到腰头。会痛吗？像会痛吗？我今天穿很深的内裤，但好像不会痛哎。对，我今天穿很深，因为它里面有做内里，所以它的纱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它有拼这个纱在里面哦， 一层，然后两层，然后又加内里，三层，它有做三层。然后我下次穿的是小织女的，然后很贴心哎。刚才跟茉莉比了一下，我说我们长度穿起来有没有差？就是其实是有差的，真的、哦。废话，废话，我在说什么啊？就是小织女的企划，它的长度真的是要小织女穿起来的长度才是最好看的。其实我现在穿的话，其实，但我觉得你到那个小腿肚，其实也蛮显瘦的，也是可以哈。对啊，那也是蛮适合小织女的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皱的抓皱程度，就是它不会到变成百褶裙，因为有些裙子它其实就是百褶裙，但它是有点皱，很好搭。白色的它其实蛮多颜色，而且我们这款算是卖得很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的是，它里面有做很多层。就真的是比较不算会透的，也不会胖，对，不显胖的仙女裙，而且这是今天的礼物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留言加分享，然后就可以抽三名，对，送这个皱裙，就是这个。你再转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
背面其实也很有气质。其实你背面跟这边长一样。哦、对啊，我前后都长一样啊。我是158公分哦，然后穿着的话大概是，因为我肚脐大概在这边，我是穿有点高腰的位置。你有跟大家说上衣三个颜色的考克边都是白的？没有，大家听到吗？哦，都是白的、哦。考克边三色都是白色的哦。制作人说话了。对，制作人说话。紫色裙我也超鲜，我也觉得紫色裙好看，因为紫色它的紫是有点淡淡的紫。对，我也就是高个穿会短吗？等一下我们，等一下阿甘高个示范。阿甘算是蛮高的吧，他是165嘛，我记得、嗯。这款有黑色、灰色跟白色，然后他们的上面这个卷卷的考克这个边都是白的，它是做白边的，很夏天。嗯，粉红色也蛮可爱，就是可爱，我来看一下，好像好，可余结束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留言，皱皱裙推紫色哦。婉瑜169能穿吗？等一下阿甘165公分吗？他会示范，那你再跳，会示范他穿起来的长度，你可以斟酌看一下。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、嗯、就是那个皱皱裙，如果你比较高或是你是正常身高，你不喜欢穿那么短的人，你也可以稍微再等一下下，有正常长度的、嗯、对、啊、因为毕竟这是小资女的企划，而且 我出更多的颜色，裙子有四个颜色哦。好，后面的粉红色牛仔外套，等一下应该会斜纹，它是斜纹布料。等一下应该会有小侄女会穿着其他的颜色，你们可以再 cue 她。好，我最后一套，然后就要换小侄女跟高个女来穿小侄女系列的。皱皱裙紫色跟之前可余的紫色蛋糕裙是不是一样的紫？不是。蛋糕裙的紫比较偏粉，然后这个的紫比较偏就是薰衣草紫。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今天的光让我看起来很黑啊？还是我帮你调白一点？有吗？再来，没有比较黑啊？有吧？还是我荧幕比较黑？我现在穿的这个是我不知道它的品名哎、欸，就是它是七分袖，然后是有做蓬蓬袖，这边有拼接一个蓬蓬袖的一个衬衫，然后它也是微透感的，所以其实不会太热。然后我穿，这是粉红色还是紫色啊？粉应该是粉红色吧？粉红色跟我的头发颜色蛮搭的，今天的色系好梦幻。没有啊，夏天就是要穿一些比较亮色，对，比较亮色的，甜一点。对，然后我就是下面就简单的配了一个白裙，白裙是之后的。然后这款有蓝色，然后我穿的粉红色，还有黄色。其实我觉得黄色也很好。Molly 在小杂志里面有穿到，黄色也是很夏天，这很像柠檬啊，跟这个礼拜的版面柠檬女孩是有呼应到的，黄色也很可爱。啊，我这边有吊牌，舒适自在感蓬蓬袖条纹上衣，黄色也很可爱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应该是粉红色，然后我配的耳环也是这礼拜上的哦。它这边也是一个，就是有点贝壳感觉的，上面一个不规则形状，然后下面这边这个材质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但反正它也是两个异材质，两个不一样材质，然后这个。也是不规则的，好像跟衬衫类的蛮搭的。刚刚穿条纹的女生，横条纹的女生158公分，我156公分哦。夏日碎花感衬衫是洋装，等一下会穿哦。这耳环也算是隐藏版吧，很美耶。对啊，很有气质，也是很夏天的感觉。黄色啊，有人说这是橘色，它是黄色啊，色盲，它是黄色啊，色盲，黄色。然后它这个蓬蓬袖会让你就是遮手臂，然后它不会太长，就到这里，穿起来到这里，七分袖，举起来的话就是有点短袖的感觉，所以不会很热。办公室算是刚刚好，我穿的是裙子，是之后的，有蛮多颜色的，我刚在摄影棚看到，我抽了白色，因为这样比较清爽。好，我好像介绍完了。那个下面要有请阿甘，是阿甘先吗？还是雅雅先？
小织女们谁要先？小织女系列，按赞加留言加分享会抽三位送皱皱裙哦。星期五会不会有新品还不知道哦。换 Molly， 小织女，小织女第一位 Molly 出场，噔噔噔噔噔，最小织的小织女，对，她身上就是穿今天会送的皱皱裙。你可能要大声一点。我穿的位置大概在小腿肚的地方。然后你搭配的上衣也是小织女系列的。小织女系列的，然后它是硬，跟这个刚好有搭到，呼应到紫色配紫色。很久没直播，有点不知道讲什么。所以裙子的长度对你来说是刚好的吗？我觉得蛮刚好的，就是很难得有。这么刚好的，因为如果我硬要穿长裙的话，我都是会把它放到那么高腰，长度才会比较勉强可以。Molly 这件紫色就是大家刚刚一直问的那个紫色，很梦幻的。梦幻的，而且色，因为 Pazzo 其实出了蛮多就是紫色的裙子的，然后有时候上半身都会不知道要搭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买这个，然后搭，就算你本来已经有紫色的裙子。你也是可以买这个。其实我们大太阳都会看一些身那个衣服身上的颜 色，然后去搭配。这样刚好是一套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我搭的耳环也是这礼拜上的。你要不要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？那我用这边好了。好，这个耳环还是我要用下来。没关系。好，这靠敏感的耳环。然后它很特别，它是可以。就是你可以把它这两个是分开的，它两个是分开的，对，它是这样子，这边跟这个是分开的，所以你也可以单个这样戴，然后也可以两个放在一起这样戴，对，等我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这个。紫色，这个绿色其实蛮好搭配的，它搭配紫色也不会奇怪，对。那阿甘要，然后，我们这个是高个儿女孩，高个儿女孩示范，莫妮刚刚站在一起，高个儿女孩示范皱皱裙，其实长度好像。阿甘的长度大概是在膝盖 小腿肚，也是在小腿肚。那 Molly 嘞？膝盖小米，我也是小，我这样是小腿肚的。应该是说他们都是在小腿肚，只是因为小腿肚的长度有差，所以阿甘露出来比较多一点。他露很多，对，阿甘露出来很多，因为他还有在加袜子，对。好好笑啊！阿甘要说一下搭配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小织女才能穿这个，因为像我自己，我觉得这长度穿也蛮合适的，因为它会盖到小腿，所以其实也算是蛮修饰的长度，就是把最瘦的部分露出来，对，我觉得也蛮 OK。阿甘身上穿的其实都是小织女的，然后像裙子，因为我穿比较高腰，那如果有的女生不喜欢穿很高，其实可以拉低一点，它就会再更下来一点。好像也可以。嗯，你是穿 S 号吗？对，我穿 S。阿甘也是穿 S 号哦，所以其实不一定是小织女也可以穿，只是说因为小织女刚好有找到符合他们的身高的衣服，就是不会那么长的。所以高个女孩其实也可以穿小织女的。而且像它这款是弹性的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都可以。大部分都可以穿，对，大部分都可以穿。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外套，外套我这件是拿 M 号穿的。阿甘是穿 M 号，外套是穿 M 号。所以大概建议，因为它其实以小织女来说，本来就是短版的。嗯。那像我165穿的话，其实短版就已经很短了。嗯。所以你如果想要有短版的感觉，但你又是身高超过160以上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拿 M， 就会比较刚好一点。因为 S 号应该会太小，我有稍微太小，我等一下可以穿。然后上衣的话，它这个还有别的配色，这个紫色是之前很多人问的，不
比较深一点的紫色，我们之前好像很少出过这种颜色的紫。然后阿甘身上穿的是也是淡紫色，浅的，浅的，然后是配黄色的字，很可爱、欸，可爱的。我们比较少会有这种比较强烈的配色，我觉得还蛮特别，蛮可爱的。深紫色也很可爱，超严肃的。我们很少会有这么强烈的配色。你要往前一点给大家看吗？很小的。好，你往前一点，紫色真的很可爱，我也觉得，而且它配的是黄色的字，也觉得很可爱。其实像 S 号我穿就很小，有一点好像有一点，就是有一点紧，穿童装。所以阿甘165建议大家高个女孩穿 M 号。正常穿的话就还蛮短的，对，有一点短。也可以把它当做上衣穿，蛮可爱的。好像也可以，就短版的上衣，蛮有型。好像是秋天一点的，冷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变上衣可以穿。蛮可爱的。大概是这样。你要不要给大家看粉红色？刚刚有很多人问粉红色，对，我要穿吗？也可以啊，你就介绍一下。这个的话，我个人就。白色很可爱，还有一个黄色吗？黄色、粉色、黄色也很可爱。粉色是这个，它是淡淡的粉色，也蛮可爱的。很可爱、欸。我看到了，想看卡其色。卡其色，等一下 Molly 会穿吧？对，等一下 Molly 会穿。粉色也蛮爱用心的，粉色配黑色也蛮个性的，蛮可爱的，而且也可以好像也可以配布鞋，嗯、这样也很可爱。你很尴尬耶，为什么？大家会觉得很暗吗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外套很好看，我觉得外套应该是都要有吧。外套我们小织女比例比较好，对，小织女的话因为故意是做短版，所以就会拉长一个比例，所以但这高个女也是可以穿，就是要穿到 M 号、嗯、对，但 S 号的话就是一般小织女的都可以穿，就是也够短。你要不要出来介绍？对，我们欢迎小织女的小织女的也可以啊，那阿甘要不要？我的介绍，可是阿甘的介绍完了，那换我介绍我这个好了。就是我这次想要推的是这一件牛仔裤，它是小织女第一次出刚刚好的长度，然后它是喇叭裤，就之前有点害怕喇叭裤比较没有人敢穿，哎、欸，好正式哦，神经哦。然后它这一件就是它的刷色是比较浅色的，可是它其实看起来不会胖胖的，而且它是 PS 系列的哦。对，然后我自己153穿起来是到脚踝的位置，就是刚好脚踝，它的到处是。应该是说小织女穿这个会刚好，因为。我们很多裤子其实小织女穿可能都要修改，变太长，对，不然就是可能做喇叭就没有喇叭了，就是改完就是对对变直筒，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刚刚好的长度，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小织女其实也可以穿自己想要穿的版型，不会因为你太矮了，就是没有办法穿长版啊，还是宽松之类的。没错，小喇叭牛仔裤。对，然后这一件我真的觉得。而且也可以搭，像雅是搭短版的上衣，所以我觉得比例其实看起来也会更好。它这一件蛮高腰的哦，因为后面是到腰对腰上面，然后前面是可以刚好盖住肚脐的。很厚吗？很厚吗？它算我觉得算挺版的哎。它应该不是到厚，但就是比较硬挺的牛仔裤。对，就是这边是我自己是觉得还有一点点松度。到整个很贴这样，然后如果穿这个我就会穿短版的上衣，好像看起来上半身就是再短一点点，看起来比较高。对，就是胸部以下都是腿。对，然后还有，然后雅是153哦。对，然后
穿这件外套，这个也是小织女的外套，因为它没变了。然后这个它是长版的，但是因为我刚刚有说，就是我觉得小织女它还是可以穿长版的衣服，只是只要长度是刚好你自己可以穿的，就看起来不会很矮。然后这一件，如果身高在，等一下、哦，看一下、哦，想看，我穿的是 S 号的，就是我现在穿的全部都是 S 号，只有短裤那一件，它最小有 XS， 但是我是穿 S 号，因为我屁股比较肉。然后我穿这一件，它如果。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还可以当洋装，但是如果你要当洋装穿的话，可能身高再迷你一点点，不然它其实这边太高叉，就会看起来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曝光，就是里面要搭短裤。然后这一件我自己是会直接当罩衫这样，当罩衫好像也很可爱。对啊，它蛮可爱的。然后它是有一点点皱皱的雪纺，就是它表面上面是有一点点皱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到，好像看不太出。就是不是整个是平面的，然后它里面的花有黄色、紫色这样。然后我穿绑起来的样子。想看这件外套，紫色的。紫色，好，那我套紫色好了。芭比，等一下，她可以跟我一起穿，因为她穿。我先把紫色跟白色放一起啊，就是它两个的花色是这样子，哎，它上面的小花颜色也不一样。对，这样。然后我穿这个。哎，那你套？我套。可是你里面穿条纹。对。这样。我自己穿会习惯把袖子卷起来，不然会看起来比较大件。你帮我。我没办法。好。162穿会太短，162差四公分，应该会变成膝盖下面一点点而已，因为153穿是膝那个小腿肚的一半的位置左右，就比较长版啦、啊。但是如果是你们是正常身高，应该是说高个儿155以上，应该也是可以穿，只是就是中长，对，就变中长，对。然后因为之前就是都是做一般的款式，有些衣服其实我也不太能穿。就是穿起来会变比较矮，但是这一件的长度就是刚好有可以有找到小织女想要的长版衣了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比例看起来是好的，其实看起来也会是高的。然后应该说小织女也可以穿长版衣。对，这样紫色的是这样，看起来还蛮长的。对啊，然后如果你不想系绑带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让它垂在后面，就是不一定要拆掉，因为它这边有做那个固定的，所以你可以挂在上面就好了，稍微比较随性的感觉、然后我想说那个 Molly 可以剪，因为 Molly 也是穿这件裤子，我也是穿那个 PS 801的喇叭 PS 801，他穿这个 PS 801随行。 Molly 比我再瘦一点点，所以他穿起来还会好像还会有一点点松松的，对，这边还有一点点松松，也是穿 S， 我也是穿 S， 但是看起来腿很长，它的长度，你那露的完全你在底下，它的长度大概是到，我猜是到脚踝，然后我会搭比较高一点的、那個。Molly 是150穿到脚踝，然后是大概是在肚子的肚脐上方。我穿蛮舒服的，然后我有搭这礼拜卖的这个套装，因为这个套装我第一眼就蛮喜欢的。我也是，就是一定要包一套。然后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黄色，我买蓝色的，觉得它很百搭，就是它黄色它也可以搭这礼拜小织女的白裤，然后也可以搭这个牛仔裤，然后也可以穿成一套的。就是它可以分开搭配，不一定要搭一套的。牛仔裤好看。然后这个它是做，就
就是有点散状的感觉，然后刚好喇叭裤是这样修下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穿起来，因为它是有点像短版，所以穿起来其实比例蛮好的。它这个条纹它其实是横条配直条，直条的，然后有点散状的，跟裤子一样，裤子的下摆也是横条的。对，裤子我一六穿上衣会太短吗？嗯，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它的带子是可以调整的。Molly 应该是绑比较短吧。我是绑到最，因为它这边还有 Molly 还有这边还有这么长，这么长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太短。调整的，而且它的就是胸围这边蛮包覆的，对，就是不会看到小可爱的痕迹。鞋子之后会有类似款，但 Molly 这双应该不是。之后会有类似的。我觉得这你的上衣那一套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搭，可以先很百搭，对，很百搭。三种方式。没错。我要针织背心，你要介绍一下那个针织背心。好。你把它搬到前面好了。对对对对。针织背心，针织背心，我假日其实也有穿它，白色的，然后它是有点双肩带的，而且它是做平的，就是它这边是做平的，所以其实不会看起来太辣。对，对，它是这样，然后它其实搭这个罩衫也蛮好看的。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外面搭紫色的罩衫，然后底下可以搭那个牛仔裤。牛仔裤，这样搭也很可爱。而且这一件上衣现在特价，特价直到明天早上10点。早上十点，一九九。然后耳环吗？耳环我刚刚有介绍过，是刚刚那个样透明的，百搭的，它大黄色也蛮可爱的。牙再不出来，我们就。外罩有吗？有啊，这件就是小侄女的。这件就是小侄女的。你会，如果你是你，你会买什么颜色？刚刚大家都说有选色障碍。我想想看，我好像我应该是选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两件都很好看。对，应该是会选紫色吧，因为。第一眼就觉得紫色很好看，然后刚好也很多白色的上衣可以搭。到现在选真的是选，我们也自己也选不出来，选不出来。刚刚有对，我们自己也选不出来。它的这个紫色是拼蓝色的小花，很可爱。然后白色是 拼紫色的小花，真的很可爱。碎花外套，我可以套一下。只是我现在搭配有点奇怪，因为 Molly 现在里面是穿条纹，所以搭碎花会觉得好像有点太，因为是很重。然后我穿起来的感觉是，有看到我，我穿起来的感觉是到。也是到小腿肚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有开叉，可以让整个腿露出来比较多一点点。罩衫是会透的哦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透肌的雪纺。雪纺，对。然后它是夏天穿也不会太闷热的雪纺材质。把它介绍好。你要换下一套吗？还有吗？没有。然后也要穿刚刚 Molly 身上那一件的一套的，我这个是最后一套，对，我身上穿的是 M 号的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买 M 号，因为虽然 S 号穿起来是刚刚好，可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穿，你喜欢穿宽松一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自己是买 M 号的，这样穿起来，它长度应该会长一点点，然后整个胸宽也会再长，哇，好，哇。一七三不能把紫色当裙子，可是小织女也不能当裙子。它其实可，就是150以下。
下应该可以，只是你里面还是真的要加安全裤，因为它其实开叉不小心坐太高。它开叉其实这边其实是蛮高的，所以如果你举手或者是手抬起来的话，它其实是会曝光。所以你要单穿的话，里面还是要加个裤子，这样。然后罩衫里面，罩衫里面我自己穿，我是会搭背心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点怕热，所以我就会直接穿那个背心，再加牛仔裤。然后可能会把腰绑起来，就是可能上面扣一点点，然后让它下面整个是打开的。好，然后穿这个。Molly 刚刚有穿过整套吗？ Molly 有穿过整套的吗？没有没有， Molly 穿上衣而已。这一套我拍小杂志是穿黄色的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的。你自己买是什么颜色？我自己买黄色的。你自己买黄色的，大家都这么喜欢黄色的，因为我觉得黄色的很特别，就是黑色跟蓝色好像比较常见。然后因为我会买这一套，是因为它除了可以就是两个一起穿之外，它还可以单穿，然后就可以配牛仔裤或者是短裤。然后这边是可以自己调整的。刚刚有人问说163可以穿吗？163，你说裤子吗？就是这整套应该是可以，因为它上衣这边是可以自己调，所以如果你比较高的话，你是可以绑短一点就好，这边还有很多的分量可以绑。然后裤子，因为裤子我153穿是刚好到脚踝，不是脚踝，就是脚底的地方，所以我自己会穿有跟的鞋子。然后如果你16就是可能这样子，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后退这样子可以吗？好，对。然后它的腰是松紧的，所以套得进去的应该都可以穿。对，然后阿甘他穿了那个，阿甘为高个儿女示范。对啊，他好像穿起来也没有短很多哎。但我觉得因为我腿比较短。不是，不是，就是他这个长度，那也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长度，对，不会到变很短，但就是9分8分。但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个长度。那你就改一改，变成小喇叭。因为它会比较上来，所以它喇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。哦，高个女孩穿喇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对。然后我是穿 S 号，但是穿 M 号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是稍微微紧了吗？肚子？对。还是可以请一度一下要看吗？谁想看啊？谁想看？请一度一下。但我觉得高个女孩穿这个很好看，因为她那个九分的，就是比例看起来也是好的，对，比例看起来也很好，而且屁股会翘翘的。因为我个人扁屁股这一款击推。小杨说阿甘上班都穿长袖了。对，我今天我就是故意穿这件来。跟大家讲，我就穿那么热，我真的都穿那么热。好，我要离开了。没有，你可以继续介绍啊。我要先离开吗？没什么好介绍。想要有小织女的九分牛仔裤，丫丫。好，下一次，因为其实现在，因为现在是第一次推出，然后还没有很了解，就是大家可以接受，刚开幕新开幕初登场，就是还在抓大家的身高可以接受的长度，还是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说，小织女们想要什么的款，对，你想要什么款，就是大家比较想要穿的款式是什么之类的。可于短版外套会穿什么尺寸呢？应该。也会是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啦，因为可于158，对，可是他应该是看可于他自己穿喜欢穿宽松还是比较贴的，因为像雅雅他就会故意拿 M 的，因为他喜欢穿宽松。对，阿甘165也是拿 M 号，但我可能如果想要再穿舒适，我应该会拿到 L 号，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穿太短版的，所以就都是看你，因为尺寸表上面都有，所以你可以拿你自己喜欢的外套，然后你自己稍微看一下尺寸，这样去做比对也会比较准一点。嗯，帮你找到好朋友也 ，Cindy 说她也怕冷，她也穿长袖。是不是？有人许愿高个的，高个计划。高个都多高啊？因为有些客人他170几，那我又没办法。170几，阿甘可能就没有办法。自己都没办法穿，就是说好之后再加长5公分，也太高了吧？然后想看外套黄色跟卡其，等一下 Molly 会穿。我先走了，你不要每次都那么尴尬好不好？小织女反折长宽裤，
发现大家许愿的好像都是一般人在穿的，但是因为自己身高太娇小，因为就像如果反折，如果出反故意反折，像我们就不能穿，对对对，像我们就不能穿，就会变很短。汪丽她穿的 last one， 我穿了这个卡其色的短版外套，然后我是搭也是小侄女的裤裙，它就是裤裙，它其实里面是裤子，对。就是你如果好贴心哦，跑跳都不会怕曝光。然后它的长度其实真的很刚好，就是膝盖上面15公分，然后膝盖上面15公分，大概是一个手的长度。然后就是它也不会掉下来，它是拉链的，拉链的，梨形拉链的，然后穿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如果我穿的话，我应该就是会加大。然后这个也是小侄女的卷卷，然后你穿卷卷边，然后它是很柔软的材质。想看背面的话，你要让它。Molly 的外套是什么尺寸的？ Molly 穿 S 号的。Molly 的外套穿 S 号。上次有人问，这个是真的口袋哦。因为上次有人，因为我好像写错，我写什么大口袋装饰，你写装饰，对，它是真的啦，写错了。想裤裙，想看高个子，裤裙是哪一个？应该是这个吧？那你请 Q 阿甘。阿甘，还有一件，还有人问什么？卡其色也很可爱，卡其色其实。算很百搭的，冬可以穿到秋冬也可以搭。希望洋装也可以出到膝上15公分左右，我们会告诉雅雅。对，赶快跟雅雅说。黄色的吗？那我去拿黄色的。好，那我先给大家看我身上。看一下我现在。我穿的是也是这礼拜的，然后是橘色的字，不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橘色的字，如果有比较算喜欢个性一点的，好像可以拿这个，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出过黑色配橘的，嗯，对吧？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对，如果你是个性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拿这个。外套的材质是比较挺版的斜纹面料，方领短版已经穿过了。外套的材质，哦，你刚刚讲过的是？对，这个是卡其色，然后我换了一个黄色的。黄色也很可爱欸。黄色搭白色洋装之类的，好像是蛮可爱的。想看 L 号外套，可是我们现在这边好像没有，没有 L 号。然后小侄女的洋装，他们说他们也想要有膝上15公分的。洋装，短洋装，哇，很俏丽耶！我们自己好像小姨做的洋装，其实小侄女都可以，因为她都做很短，她都做很短。对 ，Molly 的裤裙是穿，她是穿橘色的，橘色格纹的，橘色格纹好像也可以搭那个字，就是搭这个，就搭小搭字是搭这个，对对对，就是雅雅的小搭字就是搭这个，搭黑色的这个橘色字，然后配她这个橘色的裙。外套哪一个颜色比较显白？白色，白色吧，白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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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白色，我是白色。落地宽裤，落地宽裤其实这件穿落地啊，还是你们要落地宽裤是牛仔的？那个有 XS 的花瓣宽裤哦，对，那一款也是小侄女可以穿的。但、啊、好像蛮多人小，好像蛮多小侄女的。对啊。大家小侄女大概都多高啊？因为我们设定是155，但是其实好像156、157都还可以穿，因为只差一点点。橘色格纹裤可以配白色衣服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小麦肤色的话，哇，那就问雅雅啦。我会选白色，因为白色好像穿起来比较亮。还是我试不一样颜色，因为我肤色有点偏，好像可以哦，偏健康，好像可以。雅雅来示范每一个，看哪一个最显色。白色好像真的很最显色。白色的是这样。Ruby 自己穿什么尺寸？我穿 S 的。
色衣服，然后白色卡其色应该会跟我的肤色有点像，卡其色可能这样哇，哎、欸，这样很紧张哎，会吗？但卡其色，应该我觉得白色比较。白色比较亮，比较起来，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看起来是显白的话，还是要选白色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白色，因为白色提亮了，对，提亮整个人。我那时候写小杂志的时候，还写那个紫色可以提亮肤色，然后就被纠正了。他们以为我在写，对啊，以为你在写美妆哎、欸那個。对，这是 S 号吗？我穿的这一件，这两哎。欸158也算小资女吗？158，如果你自己喜欢穿，158在我们这边应该算正常。对，158，因为大家好像因为我们部门来的比较小资一点点。对。哇哇！刚刚有人说裤裙可不可以搭白上衣？阿甘立刻来了，立刻穿给大家看。高个儿女孩。哇，很辣哎、欸！你穿起来变辣。高个女孩穿。高个女孩穿大概膝上25吧，三十，其实因为里面是裤子，所以我觉得也还好。那你高个穿 S 会卡裆吗？一点点，会吗？我觉得不会，来坐一下。没事。高个女孩阿甘165穿 S 号还是可以穿，就是可是比例会比小资女穿再更高一点点，因为她露出的脚更长。但还是要看。身形，因为不是说高的就一定穿 S 可以，就是要看配合你的身高体重，对，看自己的出生年龄，还有星座之类的，血型的。后面我是觉得稍微短一点点，就是后面要蹲下可能要扶一下。只是阿甘说这个长度是他可以接受的长度。对，阿甘穿的是绿色的，蓝色的、欸，它是绿色跟绿色，绿色跟橘色放在一起。这个是应该不是蓝色吧？这是绿色，蓝色是宝蓝色。哦，蓝色的线更美。肯定要近一点看。看得到吗？今年如果看得出来吧。最萌身高差。对。他从垫脚套深蓝色的外套。好了，我们要最后你们 ending 好了，等雅雅拿，等雅雅拿深蓝色完就 ending。你们等一下可以拍个穿搭。哎，深蓝色最尴尬的。好了，深蓝。瑶瑶在为他。深蓝色的是这个，它是就是真的，它有一点点复古随性的那种感觉。老板今天刚开幕啊。老板你也叫。初登场。这样蓝色的就穿起来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想说要做一个深色，但是黑色又好像太深了，就选深蓝色。然后就是因为小资女是第一次做，然后因为可怕版型跟长度还没有抓到，大家都可以穿的。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是可以欢迎私讯雅雅，可以打电话，可以打下面这支电话，0801之类的。嗯，我自己喜欢穿 M 号的，因为我只有里面贴身的会穿很合，外面我都会穿很宽松的。他就是铺路狂啊。但是小麦夫推哪一色？白色。他刚刚为大家每个介绍哪一个最显白，但是我穿这蓝色好像有点白耶，还是因为这个光啊？嗯，你觉得？外套会很厚吗？在。中南部应该会觉得有点热，中南部就是因为台南比较热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可以，现在天气好像可以先买吧，因为现在已经几月了，7月，小资女适合的外套，对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真的。就是如果你自己怕热，但是你又很喜欢的，你里面就是可以穿背心就好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定义，所以哪一个算是正常？165应该是。165算正常，你是正常还是大直女？165应该也是算 no 大直女哦 ，no no。165应该是高个儿女，比一般女生再高一点点。对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要今天的礼物分享就是奏曲，然后你跟大家说这件怎么了？到明天早上。哦，
里面那一件。好，到明天。明天早上。这一件其实也分享给小织女，因为这一件是比较贴身的，但是它穿起来的尺寸是刚好的。念打广告小织女，你这边偷打广告。因为小织女真的很难找到衣服，所以才会想做这样。好喽，偷偷打广告。对，我们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。深蓝色也很显白，对啊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怎样？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